天津我赶路走啊，听着没啥？俺为了个老百姓方便。司机妈啊，司机妈，什么？看，弄个好东西给你。哎，在哪里弄这花吧？你看这，你不是喜欢花吗？我妈这个懂了。啊？你要给你弄个荷花。在哪里弄的？还开？瞅有你啊，不然那么漂亮，可以吧？好看。想想弄不弄吧？啊，这是不是莲子啊？还有莲子啊？你说呢？这还不是莲子？那抠来给你半米外去，这当年买的，太烂太烂。你妈，你别管我多少年买，你喜不喜欢？喜欢。这太过去那个。在哪里啊？看看这边，有水有叶有花，你看多好。哎，哇，搁这正好呀。杨玛丽，哎，我跟你商量个事。什么事？这个哈，这个不是东边大路嘛，要换几个路灯，我想跟你商量商量，给商店买个路灯换来。行啊，这不好事吗？换了，那下晚上放学屋里走也黑漆麻哭的，都黑。是，本身这个路过窄哈，天一后面来车啊看不见，一到来人哈就我估计嘛，这地方好一个，那地方好一个。行，那你就买换，那这不好事吗？你方便自己也方便旁人，对不对？又不是你几个人走，没多人走。我还没想到你同意了，我怕花钱收我的。花钱这好事，我能说你啊？那你换换衣服来，跟我一起去呗。行。亚妈，就这个。那就那个两个啊，那去买两个是吧？来，走，咱俩走。什么全部装备？杨妈，我现在到这个五金店进去问一下，看有没有哈。这是太阳能板了，还 LED 的。我你都在高处，我都不懂，知道吧？现在我才看懂，你那意思回这个车上，太阳能照这一面，晚上的时候这一面就发光了，就亮了。我以为雇的。哎，杨妈，这里还有一种，两种啊。哎，杨妹。这两种有什么区别？这款它灯柱小一点，它照的面积也比较小；这款它灯柱多一点，它的面积照的也比较大。哦，那就买这个哈。这个光挂个的话，路照的宽一点，完走路小孩放下哈，都能看得远，看得宽哈。行，来，那就这拿这个好的，价钱贵的这种哈。换一趟就换好了。来，就换这个。走了，小妹哈。好了吗？两个，走回家看。可以，哦，还行哦。不行，一点也不行。够不着是吧？这个高度够了，这个咱们施展不开，工作哈施展不开，这没啥干活。那怎么弄呀、啊？想想点的呗。想什么点的？抽上啊。那老掉啊。老掉啊。老掉、啊，能掉上去吗？上铲车。用铲车啊。对了，弄铲车，俺哪说的对？走，就找铲车。啊，老大，俺现在找你铲车使啥？就是把我这里安个路灯哈，像一个靠个梯的干活不得劲，像一个举一下。你这动了路口吗？啊，就俺家都没路口了，路灯。行，好，行，走，出发，走。来了，开来了。哎，新年咋买房了？他刚买新的呢，我得打头一炮。梯子够不着，我站在铲车租个兜上举上去看试试。慢点，注意安全，快了。没事，把坏的都给换换不行吗，老太好。晚天也走路也方便。俺老爷感谢你。不用谢了，老太。是谁的？俺自己也走。胖子，啊，把胖带过来凉快，凉快过几分钟再去看那个。你这看着跟人家走哈，不是你在上面干得劲吧？啊，得劲啊！鹏鹏扶着，鹏鹏两手掌着扶着哈。俺跟人家上，我跟人家上楼是很快的。慢点个。这个呢，上天风吹掉了，这个没有了质感，上面弄这个质感固定搁上面。老姐啊，你过小路子，我得感谢你啊！不用谢，老叔啊。啊。我这真的能好走路方便就行啊，这样。没看好，这纸还重。呀，这个上面又高又热哈，小慌小慌的。等一下买雪糕给你吃哈。要得。好的好的啊。哎，你太辛苦了。你要戴个草帽子，你多谢啊。
这样弄完之后啥的，晚点走路就好，必须干，再凉快一点。小孩放学屋里骑个电瓶啥也得。啊，出来。哎，之前这路都掉了之后光秃秃的，现在一安上去还就怪好看的了。到晚上一亮哈，这一片都是亮的。来，多少钱？哎，算了，不要了。那不要，你这做好事，我也做好事了。那你这有钱你来个你。没事，我发红包给你啊。来，谢谢你啊。老人真好，说我做好事，他也做好事。那哥这一个小时哈，给我用了。感觉没胖，一会儿发红包给他。我要发红包给他。他是刚买的新车，给他来个大头包箱啊。那必须的。哎，真好！没有人走呢，他都按下来；有人走呢，灯亮都亮了。哎，行吧，哈。哎，好。哎，不能往这了。真好。哎呦我的！不是，俺老说，你自己车，俺老的车。啊，快！不要告诉他。俺老说，谢谢你，兄弟啊。得了，我得谢谢你了。老大，你哥们这收个油钱还，把红包收了哈。